原创不易，抄袭必究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关注。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娱乐八卦还可以吗？希望你们喜欢。有什么想对小编说的，尽管来吧。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，欢迎大家踊跃发表评论，欢迎吐槽。近日有网友发布了几张王祖贤昔日旧照，有一张便是王祖贤与其爸爸妈妈以及金牌经纪人陈自强的合影。合影中王祖贤夹在王爸爸与陈自强中间，熟悉王祖贤的朋友都知道他个子很高，还打得一手好篮球。从照片来看，王祖贤的大长腿大概是遗传了父母战蔡王祖贤，另一边的是他的经纪人陈自强。王祖贤穿着白色连衣裙，单肩背包，样子随性自然又挺拔有气质。王祖贤那个时候就在穿绑带芭蕾鞋了，是潮流小公举没错，女神还是当年的女神。岁月似未曾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，美人未迟暮，红颜依旧，